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。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，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：一、前往医疗照护、公共运输、生活消费、教育学习、观展观赛、休闲娱乐、宗教祭祀、洽公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，因为不宜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，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，请您务必佩戴口罩。二、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，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。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请您自主戴上口罩。参加过程也请配合十连制、量体温、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。感谢有您与我们一起努力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、指数又创下历史新高，你不觉得每天都是历史新高吗？今天你没有赚没关系，你今天没有买，拍谁？明天又是历史新高，你明天又不买，后天又是历史新高。我想问各位，你每天看到指数创历史新高，你怎么不去做多？还在强调一遍哦，我的看法从头到尾都没改变。你可以问你家的小朋友，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，好不好？如果是多头，把就可以做你去做多，不用想那么多哦，不用预设立场，不用猜。哦，老师高点在哪里？猜那个没有用啦。好，哦，我还是要告诉你啦，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啦。好，我先讲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啦。好，来，我今天做换股。为什么要换股？我在强调一遍哦，没有空手这回事哦，你就是要做多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手上的股票让你赚太多了，你只能做一件事情，换股马上接棒，再喷，继续赚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重点是什么，接下来你要考虑呢，你要想的不是指数现在高是不是高点，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什么？我现在应该要买什么？很多股票都喷出了，还有什么股票还没喷出？我现在应该要买什么？这才是你看我节目的目的啦。来，所以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接下来你可以买什么？还有什么未来会喷出，你就买什么。好，我大概告诉你，不用紧张。好，来，所以我要再强调一遍哦，你还是要做多哦。太聪明赚不到钱，傻傻的买都赚得到钱。我宁可当一个傻瓜，每天就是做多，我打死我也不要放空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千万不要放空哦。好、哦，你要放空，你干脆直接退出市场。好、哦，那如果你不想退出市场，很简单，你就是做多，每天找机会赶快出手，每天找机会赶快买股票。好、哦，我再强调一遍呢。指数涨不是所有股票都在涨，有些股票还没涨，轮流涨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指数是不是创新高股票就涨完了，想太多了，还是有很多股票你可以买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、哦、要有信心、哦、你没有信心没关系，我每天给你信心，你看完我节目你就会有信心，对不对、哦、因为只有信心坚定的人才能够大赚、哦、这我讲过几百遍了，对不对、哦、老师啊，那卖空淘金啊！哦，你多低啊？8000叫我买，9000叫我买，10000叫我买，12000就叫我买。哦，讲那些太远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打给买，我多早叫你买，讲那些都没意义啦。我问各位问题，涨到这里谁敢买股票？很多人跟你讲，哦，行情要结束了，疫情又爆发了，有多严重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我们把图放到最大啦。最近一次修正，有没有人叫你买股票？有吧？我有没有叫你买股票？我有没有叫你多买一点？什么时候？12月15号。12月15号，下跌空间有限，上涨空间无限，所以下跌的时候请你多买一点，好不好？这里讲一次，这里又讲一次，为什么？那个时候疫情爆发，我说不用紧张，越严重越好，大家怕到要死，对不对？你没信心没关系，你没信心我给你信心，我给你信心，阿雄给你渴，这样可以吗？
这个才叫做看到未来嘛。什么叫看到未来？就像这里也一样嘛。好，我们不要讲这里啦。台北股市在喷出之前，我有没有预告？哦，我不用讲最前面哦，我就讲这里就好。在喷出之前，台股大跌的时候，我说什么？这是好事，指数不太会涨，好事，未来一定会喷出。你不要等到最后结果又喷出，这个才叫做预告。那为什么会喷出？我会告诉你，你不用紧张。好，我会把缘由告诉各位。所以回过头来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十二月会喷出了吧？好，我们放大哦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十二月为什么会喷出？请问你告诉我，现在为什么指数还在创新高？一月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知道了。好，我全部都是预告。第四季为什么会喷出？立马摘啊！十二月为什么会飙？它也是第四季啊。最重要是什么？过去六年上涨几率100%啊！好，原因是什么？我有讲了哈。一月份为什么会喷出？好，因为元月效应嘛。好，其他我不讲了。现在每个人都跟你讲这个喷出再讲都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明年，就是今年，就是现在。今年行情大不大？今年可不可以买股票？那要买什么股票？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是要做多？哦，你要先知道为什么要做多。当你知道了，你就敢买股票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做多？哦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去式哦，我不是跟你讲去年哦，现在已经是一月份哦，是2021了哦。会延烧到哪里？会一路圣诞做账加做梦，现在在做梦，对不对？会一路延烧到第一季，所以第一季基本上你都不用担心，而且钱太多了，新的资金大海啸又来了。我告诉各位，他还没发酵。欧阳的5000亿，再加上美国近兆美元，相当于50兆，再加上日本的106.6兆，史上最高金额的纾困。好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新的资金大海啸，新的资金大海啸，新的资金大海啸。所以，我去年跟你讲什么？去年你跟你讲什么？明年会怎么样？还是会喷出。所以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？买股票。我都是预告哦。好，为什么？去年我讲过了嘛，十一月就讲了嘛，美股大选后隔年都会大涨，而且两位数，就是今年会大涨。你不要问老师，昨天美股大跌，拜托的，起这么多，好休困一下是怎样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奇怪吗？美股大跌，台股继续喷，是在喷什么意思的？哦，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我不是跟你讲指数不会跌哦，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行情太热了，行情太强了，即便美股大跌，他都不会管它，他就继续飙，哦，好，也就是说未来空间非常非常大，所以你一定要买股票嘛，对不对？其他我不讲了啦，哦，为什么要压把2021？攀上30年新高了，为什么还要压2021？钱太多，多到灭顶，哦，你就知道未来想象空间有多大，哦，资金已经多到全面大喷发的阶段，为什么阿雄一直叫你买股票？哦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你看到只是眼前，我看到的都是未来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每天跟你强调的原因，好不好？行情太大了，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狂潮，你一定要买。那要买什么？哦，我再跟你讲，我之前股票多会飙，赚几倍那都没意义了，哦，赚几倍你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你现在要买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我最近这半个月跟你讲的全新的规划跟全新的布局。 LED 现在是全市场最飙，拍谁我已经做超过半个月啊，有没有？我对你推荐的第一档股票是半个月前华星连喷5根涨停板，56%，然后因为它要被分盘，要被警示，所以我做什么事情？哦，你都知道了哦。我先调节一趟，等它分盘到快要结束之前，等它整理的差不多，哦，预计是怎么样？分盘警示的最后那几天，哦，你再去买就好了。哦，后面赶快变变狗，我再讲第二遍，我的看法没有改变，所以我先调节，对不对？我刚果在那趴好了，我带你买什么？哦，我总不能叫你等我老师，哎呦呦，那个华星被休困，所以哦，你就等等着就好，拍谁啦？我买龙创，哦，你都知道，昨天陛下你也看过了，我知道，我相信今天全市场每个人都在讲龙创，哦，龙创赚多少钱？今天龙创又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来，哦，老师，你不是在讲龙创吗？对呀，啊，哦，我的会员买华星大赚，买龙创大赚，买光弘大赚，好不好？
这样可以啦哈，全市场都知道阿雄买龙创，上个礼拜买龙创，对不对？请问有谁没大赚的？今仔日一大堆人拢讲龙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我那卖讲龙创啦，哈、哦。唯一档华兴大赚，龙创大赚，光弘也大赚的。如果我只会龙创、哦，那你不要跟我操作，因为新会员要买股票嘛。如果龙创喷出了，那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光弘，拍谁？光弘也大赚。好、哦，我跟你讲的每一档全部大赚。哎，拜托喂，你要找那个 LED 已经赚11根涨停板哦，一根涨停板啊。光弘今天差点又涨停板，三天三只，大家赚疯了，看个遍体啊！我不是要跟你讲我龙创赚多少钱啊，今天一样涨停板续报，来，光弘老师你跟我预告，哎、欸，你跟我预告，老师你跟我讲，来麻烦导播，不是啊，我买这支。好，我就只买这两档而已，我只买这两档，我就买这一支，我就带你买这支，我就带你买这支光弘。好、哦，你有来，你帮我做见证，你有扫描 QR code， 我就买这一档啦，我就买这支啦，全新锁定，中期大底确立，哎，整理超久的，已经要喷出了，所以我带着你买嘛，喷射千里马，准备要喷出了，准备要喷出了，喷射千里马，我就买光弘，我买两档，其中一档叫光弘。欢迎到回到现实，我买两档，一档叫龙创，天天涨停板，另外一档叫光弘，来，你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欸、我不是今天在跟你讲的哦，现在叫你去买这个没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在他还没喷出的时候就要叫你去买，对不对？整理超久的，已经要喷出了嘛，对不对？全新锁定，全新锁定，来，我问各位问题，我是不是买新的股票？开始涨停板，昨天只要有来全部大赚，礼拜四涨停，昨天再涨停，今天怎么样？差点涨停板，大家赚疯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的光弘有没有飙？有没有飙翻天？光弘连喷三根涨停板、哦、我买的两档股票你都知道了，第一档叫龙创，有没有？上礼拜那两天哦，我调节华兴的那两天，我第一档买龙创，第二档买光弘，这样几根涨停板的，六七根的，对不对？六根涨停板的，然后呢，这两档不是最标的，最标的是这一支 56%， 五天 56%， 五天五根涨停板。啊，老师你跟我讲，你跟我预告，好、哦，我不需要跟你讲说我龙创赚多少钱呐、啊，反正会员就是大赚呐、啊。我也不需要跟你讲光弘赚多少钱，反正会员就是大赚呐、啊。我也不用跟你讲华兴赚多少钱，反正会员一定大赚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我得买这三支，十一根涨停板全部大赚。老师，你跟我预告，麻烦导播，是啊。老师现在要买什么？买低价的翻身标股。老师，威盛已经喷出了，那我要买什么？我就带你买这支，我得带你买这支啦。我就带你买这支，它叫做华兴，我就带你买华兴，我就带你买华兴，看得出来哈、哦，大底突破，准备要喷出，连耍沙缸哦，台北股市在跌哦，它都不跌哦，是不是要喷出了？变盘线都出来，准备被喷出去啊！我就带你买华兴超级小钢炮，欢迎到回到现场，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喷出？LED 谁赚最多？涨一支涨停板，先买华兴连喷五天56%，再买龙创连喷四天3.5根涨停板，再买光弘再喷三支涨停板，全部大赚！我老师来这准，大鸡的蛋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有哪一支你没有赚？请问有哪一个人没有赚啊？我没有讲吗？为什么打个龙老师赚钱这好简单？因为 Tedio 都谈啊！我在跟你讲说，哎呦，你看之前我太阳能赚多少钱，含波段单大赚 2.5 倍，那卖空波段单呐、啊，卖梦空加码单呐、啊，跟他波段单的170%啦。好、哦，我有叫你去追太阳能吗？没有啊，我说他要取代太阳能啊，我说他要取代太阳能啊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他有没有狂飙120几%？他有没有取代太阳能？他有没有取代太阳能？请问你告诉我。国硕模式的金星科有没有连喷8根涨停板让你赚到快发疯？哎、欸，
全部大赚呢，全部大赚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再跟你讲这些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赚得到吗？这个绝对不是你想要听到的。你想要听到的是什么？我现在要买什么？好，我跟你，我告诉你我买什么。5天56%，我告诉你买什么？龙创连喷3.5根，我告诉你我买什么？光弘再连喷3根涨停板，只要有来，全部大赚，对不对？然后基本功在搞录音，老师啊，今天每个人都在讲龙创，那为什么你不花多一点时间去解释龙创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就涨停板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不是只有龙创大赚而已啊，我光弘也大赚啊，我华信也大赚啊，我忽然赚个变鬼啊，我那只赚个变鬼，跟你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接下来你应该要买什么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昨天有没有叫你买这只股票？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这只股票？来，我就带你买这只股票。我就带你买这只股票，位数立即喷大黑马，位数是不是立即喷？好，来，会不会立即喷？还没动的洪家军嘛，对不对？还没动的洪家军嘛，我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？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买啦，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我要买？短底确立嘛，起标点嘛，红海加 OLED 加 OPV 立即喷大黑马，有没有？它叫做位数。LED 不是飙翻天吗？那你要想哦， LED 飙翻天之后会飙什么？会不会飙 OLED？ 会不会飙洪家军的另外一档股票？好，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啦。来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还没动的洪家军，我带你买还没动的洪家军，有没有？今天正式转强，开西喷，我在跟你讲这个，你才有意义，你才有感觉嘛。你跟我讲那个赚五根涨停板跟我没关系嘛？你要买什么？我告诉你我买什么，我告诉你我买什么啊？开西喷啊，是不是开始喷？是不是刚要开喷的洪家军？LED 都喷出了啊， OLED 要不要喷？也要喷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，是不是刚开始喷的洪家军？是不是刚开始喷的洪家军？好，我不需要带你追，因为我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给你的一定是新的股票，大家都可以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再没赚怎么办？我老师啊，今晚没我没想，那你可以买这支下一个狂喷，华星、龙创、光弘连喷11根涨停板，你通通都赚到了。来，我跟你推荐龙创，有没有？还没喷的龙创，龙创连喷3.5根涨停板。我跟你推荐光弘，还没喷的光弘，光弘连喷3根涨停板。我跟你推荐华星，第几啊？刚才 V 线看过嘛？连喷5根涨停板，11根涨停板，你没赚到没关系。华星、龙创、光弘连喷11只涨停板之后，下一只最标的股票，它叫做下一个狂喷。你还没赚的，你一定要来，因为我给你的一定是新的，大家都可以买，你不用等我的指令，你随时都可以买，你明天就可以买。你明天就可以买，我再强调一遍，再讲一遍哦。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赚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想要，你真的不用客气。你别跟阿雄客气哦，你别别跟老师啊，今麦什么会喷出？我们接下来要买什么股票？阿雄跟你分享，接下来你可以买什么？还有什么会喷出的？已经连喷11根涨停板了，你全部都赚到了。接下来你要买的下一档股票就是这支。下一个狂喷，下一支最标的股票将接棒起标，又要开喷了。你哪还没赚到？老师，华星56%连喷5根涨停板，老师龙创连喷3.5根涨停板，老师光弘连喷3根涨停板，全部大赚，再一起涨停板都没赚到。你来买这支下一个狂喷，将接棒起标，又要开喷了，今天送给大家，不限任何名额。来，接下来你要买什么？还有什么会喷出的？都是这支啦，就是这一支了。你不用等我指令，明天你可以自己上车，明天你可以自己去买。你今天只要把电话拨通，我们今天不传真哦，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们没在传真的哦，你不要跑到 7-11 去传真哦，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今天打电话来，直接告诉你下一个狂喷是哪一档股票。我给你的一定是新的，而且大家都可以买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赚，一通电话拿到标股就让你大赚。下一个狂喷今天送给大家，不限任何名额，没有任何门槛，电话你只要卡会通
一就是你的电话内直接告诉你下一个狂喷是哪一档股票，又要开喷了，送给各位，打电话进广告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，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这是特地为你。放心，为了瓦斯安全，我已经换装了具备三大安全遮断功能的微电脑瓦斯架。因为你准备的，跟他在一起最安全了。哦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换表真好，安全没烦恼。特快车，欢迎再回到现场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行情并没有改变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做多。那重点是买什么？阿雄跟你分享嘛。接下来要买什么？你可以买什么？你每天都要想，我要买什么，还有什么会喷出去。好，那我找到了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要跟你分享。所以你真的不用跟我客气哦，每个人都可以来赚，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赚。你可以跟着我一起赚，真的不用客气，因为贴到就是你的，因为我的存在就是要帮你赚到钱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你来就对了，诚心诚意跟你分享，不用客气，不要有压力，你先赚再说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，有钱大家赚。好，有钱大家做买赚，买赚赶紧来，要赚的赶快来拿，这样好不好？就像我前面跟你讲金星科国硕模式连喷八根涨停板，赚翻了，我们赚翻了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赚翻了啦，你有来你也是赶快让它变鬼，对不对？有来的帮我做见证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呢，宜力电取代太阳能赚翻了，对不对？国硕太阳能，好，不要加 不要加码单啦，波段单就好，好啊，再加加码单吓死人，对不对？ 2.5 倍15根涨停板，好，我现在跟你讲这个有意义吗？所以我要买新的嘛，所以我要买新的嘛，立即喷嘛。我老师为什么立即喷尾数？马上就要狂喷，马上就要狂喷。红海加 OPV， 红海加 OLED 加 OPV，LED 已经飙翻天了哦。你现在再去买 LED 有用吗？老师啊，龙创的涨停板啊，啊华星五根涨停板啊，有没有？啊，你看光弘已经三根涨停板啊，那买什么？买 OLED 加 OPV， 又是红海集团。好来，我得买这個、还没动的红家军，开始喷了。开始喷啊，好，为什么要买？我要买还没喷的嘛，请问你告诉我是不是要开始喷的？是刚开始要喷的红家军 LED 都喷出了，那 OLED 也要不要喷？当然也要喷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红家军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啊，华星还没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狂喷 56%， 接着叫你买龙创，龙创狂喷 3.5 根涨停板，再叫你买光弘，光弘又连喷3根涨停板，请问有哪一个人没有赚的？全国制霸11根涨停板，你有赚到吗？接下来要买什么？
还有什么会喷出？不用猜，就是它。下一个狂喷，华星、融创、光弘连喷十一根涨停板之后，下一支最标的股票，下一支最标的股票，它叫做下一个狂喷。好、哦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给你的一定是新的，你不用去追，大家都可以买。好、哦、啊，你也不用等我指令，今天跟你分享，你今天来，好、哦，直接告诉你，你明天赶快去买，你不要等它又喷出了。老师啊，你跟我讲华星还没喷，结果呢，连喷五根涨停板。你跟我讲融创还没喷，结果融创连喷 3.5 根涨停板。你跟我讲光弘行还没喷，结果光弘连喷三根涨停板。你现在跟我讲还没喷，下一支最标的股票将接棒起标，又要开喷了。你要趁现在赶快买，还没大赚的都可以来拿，因为拿到就是你的，拿到就是你的，一通电话拿到标股就让你大赚。下一个狂奔今天送给各位，不限任何名额，没有任何门槛，今天你只要看到阿雄的节目都可以打电话来拿这支股票，直接告诉各位，直接跟你讲下一支狂奔是哪一档股票，又要开喷了，送给各位，祝各位操作力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全民反毒总动员，安居乐业新家园。